今日是預苦期的第一個主日，今日所讀的經文和過往所讀的經文是有少少不同的。如果我們看回預苦期第一日，其實由聖灰日開始，跟著一路去到復活節，一共就有46日的。那這40日就是靈修，6個主日我們就要看福音書的經文。教會去栽培信徒的時候，特別在主日崇拜的時候，就安排了在預苦期裏面有6個主日的經文。那個規劃是怎樣的呢？通常第一個禮拜我們就會讀耶穌在曠野受撒旦的試探，跟著就是祂一生的路程。但是路程向著什麼呢？是向著進入耶路撒冷。所以預苦期第6個主日就是終之主日，就是祂榮耀進入耶路撒冷。在6個主日裏面，我們就要去看回祂由曠野受撒旦的試探，怎樣一步一步走上這個苦路。在哥撒利亞腓立比，他要門徒去背起十架跟從他，那門徒勸他，你不要過去耶路撒冷了，但是耶穌基督說我是要去的。那一路在6個主日裏面，我們就看見一個的福音訊息，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緣故進入他的苦難，拯救我們。在預苦期第一個主日，通常我們會讀到耶穌在曠野受撒旦試探40晝夜。這段經文怎樣去理解，幫助我們靈修的時候更加盡心一個生命的向導呢？其實有兩方面。第一方面，究竟這段經文本身是在說什麼？第二樣東西，從耶穌的一生，這段經文對我們有什麼啟迪？首先我們看回第一樣，究竟這段經文在說什麼呢？好像是讲紧耶稣咧，即系肚饿啦。佢喺旷野，乜都人冇人服侍佢啦，荣华富贵都离开佢啦。好似咧就系要引诱翻耶稣咧，要攞翻呢一啲。所以撒旦嚟啦啊！即系当耶稣饥饿嘅时候咧，撒旦嚟，喂，你系上帝嘅儿子，可以将石头变面包啦。其实嗰个试探一路发展嘅时候，你会睇到嘅。其实撒旦试探他就不是说即是你肚饿变为饱，而是你攞回神子那种的能力，那种的法力，上帝给你那种创造万物改变一切那种的能力，你攞回那样东西。跟着第二个试探是什么？带他上殿顶，叫他跳下去，有使者会接住你，讲紧嗰种嘅安全感，讲紧嗰种差遣使者手下千军万马，万军嘅上帝，你得嘅，你有呢种能力嘅，你可以，你有呢种咁嘅权柄，吩咐万千天使嚟保护你，你攞翻呢样嘢。第三样，万国嘅荣华，我俾你，你放低咗，你喺天上嚟到人间道成肉身嘅时候，你放低咗。但我而家俾翻嚟，你向我下拜。耶稣话唔得，唔得。佢三个嘅试探，其实佢都用圣经去同撒旦去讲翻。但系其实每一个嘅回答，其实肯定翻一样嘢：我系上帝嘅儿子，我真系上帝儿子。但系我已经放低晒一切，我放低咗我嘅能力，我放低咗使者受差遣。保护我那种的权柄，我放低了万国的权柄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做了，我现在来到这个世，我不会再翻转头，我要完成上帝给我的旨意，要达成那个拯救的目标，所以我要放低。撒旦，你不用多说，整件事带回我们的，其实看回耶稣的一生，整个圣经讲的什么？不是单单讲的受试探这件事，是讲紧成件事。耶稣在降生在伯利恒，降生在马槽的时候，天上的使者是什么？今日为你们生了救主，道成肉身的救主是为你们而生。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去立圣餐的时候，他举起个杯，这个是我立新约的血，为你们流出来。整件事讲紧咩？由起始到到终结，耶稣要行一段虚己成就上帝使命的路，
一去就不翻转头，唔会再攞翻世界嘅荣华，唔会再攞翻佢嘅权能，佢有，佢唔会再攞翻。撒旦要喺度，撒旦要去攞翻。呢一度俾我提醒翻我哋一样嘢，唔系在于个引诱，而系在于为咗乜嘢而接受呢种引诱，同埋呢种嘅试探，为咗我哋唔再翻转头。在预苦期我们经常强调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，不是。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听回这段经文，我们悔罪禁食守斋，不是你要做些什么，不单止是，是上帝藉祂的儿子，是耶稣基督已经做了很多事，已经一生坚定地去达成这个使命，叫我们清心自洁，好好地跟随祂。如果当我们看回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件事，其实相对于耶稣的一生，其实只是其中一件的事，很微不足道的。如果我们看回，如果用整个耶稣进入这个苦难拯救这件事里面，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传道初期的一个试探来的。传道了，开始了，撒旦就来了，喂，你拿回了，你不要来了，你不要再去用人的样式去拯救人。但耶稣说，哎，不是，继续走下去。跟着耶稣的生平里面还有很多。去到该撒利亚腓勒比，耶稣就跟门徒说，你说我是谁？有人说是先知，有人说是一个伟人，很重要的人物。耶稣说，哎，彼得，你说呢？彼得说你是基督。跟着彼得知道了之后，耶稣就跟他说，我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文士长的苦，要受死。彼得即时拉他，不要去。耶稣就跟他说，撒旦退我后面，你认识我是基督的时候，你要重新更加认识的天父的旨意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。我们跟从他的人其实是跟着耶稣的使命。耶稣的使命是什么？来到这个世界用人的样式拒绝撒旦的试探，继续走下去。去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耶稣立圣餐完了，带班门徒出去客西马尼园祷告。他的门徒在睡觉，很孤单很孤寂，同样其实跟旷野的处境一样。耶稣就祷告天父，可不可以将这个苦杯挪开，但跟着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不好了，照你的意思成就了。哇，重新的将一次，将那种人性那种的惧怕，将人性那种的即不好了，但面对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仍然继续走下去。当我们看完耶稣整个一生的时候，其实只有一个结，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差遣耶稣，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放低了，虽然有撒旦的引诱，但他仍然坚持继续走。我们灵修不是再为了做些什么，在经文里面找一个动词，而是重新看回上帝在基督里面对我们成就那种的救恩，那种的爱，为我们的缘故。我们要重新认识回，去填补回原来有一个这么爱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一生跟我们一路走下去。预苦期四十日的灵修，其实是我们一个自我的提升，一个操练来的。但是在这四十日里面，其实也夹杂了六个主日。在六个主日里面，其实我们要听回圣经上面的说话，特别是讲到什么呢？今个主日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，最重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卑微自己，为了上帝给他的使命，他愿意放低一切所有，他的能力，他的尊贵的身份。这里给我们重新去学习，去思想，不是单单跟随他的卑微，而是看回自己有几咁的贵重，上帝看我们是几咁的宝贵，以致差遣他的儿子承受人世间一切的苦难，为了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灵修是说我们要做些什么，但更重要的在我们灵修里面是要听回上帝为我们做了些什么。
以致我哋能够有嗰个勇气放低自己，有嗰个勇气放低世界嘅荣华富贵，专心清心嘅一路跟随主嘅脚踪而行。如果想重温今集嘅内容，可以登入网站 theart.cc， 一齐实践，让生命活得不再一样。